是柯妮，今天来开箱是最近超级红的动画。它现在是在电视上面播出了，然后这是再犯，我之前有买它的蚊香娃，然后很多人都没买到。好，我们开箱是这个鬼面之刃的蚊香娃，这里它的外盒是这样，然后这样是不明纸，它有出很多款，有火影忍者的什么的，然后这是鬼面之刃的，这是它的第一弹，不是它的第一版，然后它现在有再犯还没出，然后可以去预购。这是它的外箱，它没有冷冻，然后眼睛就是长这样。好，后面我很喜欢它的眼睛，所以就没有买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开箱吧。好，我们来开这个是鬼面之刃，我刚把它拿出来了，这里。长这样，炮壳，然后把它关着。来看一下，这只狗狗，它眼睛就是这种卷卷的，好不喜欢这种卷卷的眼睛，它就没有买。然后它的衣服跟它的做工其实很细，我觉得比那个之前前阵子卖很贵那个 QP 好。它的箱子纹路也有做出来，衣服的格子。头发渐层也做得很漂亮，然后还有它的花牌耳环，然后还有妹妹，大家最喜欢的妹妹，头发渐层也做得很漂亮，它头发其实跟狗狗颜色很像，然后它的身体这里脖子都可以动了，这里，它衣服也做得很好看，然后指甲是有擦指甲油的哦，它鬼的那个指甲是粉红色。它这个是粉红色的，做得很细呢。然后它的亮点是，它那可以拔跳，它嘴巴好可爱呀、喔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有个凹陷，这是凹，它是凹进去的。然后那个嘴巴可以装，这样，然后头发这里有两个洞，可以把它组装回去。这样，好可爱。它涂装都很好、欸，没有什么异色啊。然后细节都很漂亮，非常好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板子，它的板子有分哥哥跟妹妹的，妹妹的就是它的和服的图案，这里。然后有一些的 Nezuko 这里，这边，然后哥的是这个，很像扇子的图案，然后有写哥哥的名字，炭治郎，然后写作者的名字啊，好。它就有副架子，哥哥的后面有个装妹妹的箱子啊，有一个洞，可以把它固定在这个上面，就可以站着。换来一个人是站不住的，妹妹可以站，她可以靠头发站。它不大，可是蛮有分量的，大概一个手心大。它这个可以拿掉，超可爱的，难得的看到嘴巴。大概是这样，喜欢的可以去找找看，或是等再贩，不要去买贵的，买贵的不划算啊。好，我们这次鬼面之刃就开箱到这咯，那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去网上买或者预购，现在应该也还有现货啦，可是应该比较贵，可以去等，就是现在的预购看还有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开箱就到这咯，很红的鬼面之刃，喜欢的我的影片的话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